起来，他才不会干嘛，记着继续回答。所以这时候反过来就是，如果需要记着继续回答，就不要打扫。所以我现在希望打扫清除上下了，他就会重新给我一个欢迎词。还记不记得这个欢迎词是我刚刚 我打的？所以每一次打扫完，他都会给我一次欢迎词。每一次重新启动，他就会给我一次新的欢迎词。好，可是这样我之前的历程就会消失了那样。对，没错。因为我之前要保留历程，又卡到这个问题。对，理论上要消失的，但是看起来他是没有消失。哎，没事。但是很清楚的，在这里他会忘记过去。哦，这样可以好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好，然后报完这个家，报完这个家，好，然后去找你刚刚那个档案。好，然后按送出。好，他就整理出来了。好，那整理的好与不好，像我哥，我现在马上就看见他整理不好的地方。你看这里，他这个次标题长一模一样，资料却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二幼儿园嘛，对，所以他常常会出这种错。好，我们验证一下，来帮我按复制，回到刚刚这一支，贴上。好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是不是没有长一模一样？是我刚刚眼睛眼皮啊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一个是负责任的消费，一个是负责任的生产，所以你看工具是很重要的。它会帮助我们看清楚，哦，原来是不一样。了解。但我还是不满意，为什么？吃太多。不是吃太多，因为这边就已经有分别权，哦，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明确，是它的指向。啊，哦，对对对。这样可以哈，反正只要用到这种低阶的语言模型，你用多了，你就会知道它其实能力不怎么样。嗯。啊，就大概真的是幼儿园。好，我。